大家好，欢迎来到 PTS Steel Shop。 今次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新的产品 Zef 的 Price Fighter 比马记 Glock 17用的 Slide Key。 继之前我们出过 Zef 的 Well 之外，今次就是第二个我们出关于 Zef 的产品。跟大家看看整套 Key 包什么配件先。首先呢就是这条 Slide 是 Zef 的 Marking， 大家可以装一个红点镜上去，就有分两个版本的。第一个呢就是装 RML，另一个就是装 Neopool 的 DP Pro。 如果不需要装镜的话，就可以装一块 Adapter Plane 上去。看看条外管先，这条外管就是原装外管，金色无瓦的。如果大家想装一条有瓦的版本的话，可以买我们的 Zef Flat Barrel 套装。个套装就是包一条内管和 Steel Protector 的。 Zef 款式的前后准星跟一条光纤，跟一黑一银的 Mat Release 和一个 Mat Well。 而内部配件就配一个 housing 放马记 Glock 17，一个 backplane 把头 hammer set 和加强飞机组的。跟住就交给 Alan 帮你试枪啦。好，咁我哋而家就嚟试枪啦。介绍就系咁多啦，如果想知道更多详情嘅话，记住上我哋 Facebook 或者去我哋门市度查询啦，拜拜。